中国流行音乐天后邓紫棋日前宣布了她首次北美及欧洲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详细内容。这项世界巡演将与 Live Nation 合作，将在北美时间星期六5月2号上午10点全球开售。首场演出将于今年的11月3号，演唱会也将陆续登陆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国家重要城市，包括温哥华、洛杉矶、纽约以及伦敦。邓紫棋的巨星之路在2014年展开，她代表香港登上《我是歌手》的舞台时，展现了她独具震撼力的歌喉。每周她在节目上的精彩演出，不仅在中国地区获得歌迷的大力支持，她的感染力更是穿越了国界，遍布海外。作为流行艺人，邓紫棋的音乐不拘一格，能写能唱，擅长钢琴、鼓和吉他等乐器。喜爱她的歌迷们可以通过网络视频观看邓紫棋4月21号的精彩演出。